哇，好快呀！Hello， 嘿，谢塞纳和小鱼的送稿电光棒，晚上好，嗨。晚上好，谢谢小兵为陈一送给我的玫瑰花，好想去打理一下头发，我的头发很毛躁。谢谢开了唐三彩送给我的荧光棒，谢谢。嗨，我的头发是多了，我还和森森说，等这次解封完之后，我都可以再长。哈喽，晚上好，晚上好。我没有打灯呢，这样会不会看着很暗？好亮，亮到。这样好像也还好。嗨，晚上好，谢谢吃饭前送给我的秋天奶茶。嗨，晚上好。晚上好呀，大家。头发好干燥，因为我已经没得护发素了。谢谢不吃饭姐送给我的秋天奶茶。哈喽，晚上好。对呀，外面在吹风，然后我的窗帘就会一直敲打那个窗边边。谢谢我叫925送给我的花，谢谢江江送给我的奶茶，谢谢是陈一阳送给我的玫瑰花，谢谢是只懒羊王送给我的荧光棒。Hello， 昨天说要直播，以为今天晚上有出演呢。如果我要出演的话，我会很早就和大家说了。谢谢江江送给我的荧光棒，谢谢。但我觉得我的头发好毛躁哦。嗨，晚上好，晚上好。我这边的网络信号还好，应该没有卡顿。带你走，谁能带我走？我快要疯了，太闷了，我好想要呐喊。吃了食堂的饭菜，谢谢文化人送给我的奶茶。谢谢嘉禾送给我的荧光棒。crazy crazy， 人要疯掉了。我已经喊了喊了，无能狂怒。Hello， 晚上好。谢谢花语瓶瓶子送给我的秋天奶茶。感觉这次等解封完之后，第一件事应该大家都会去修剪一下头发吧。还好头发不算是过长。Hello， 晚上好。去啊，多囤一点日用品。其实我觉得不仅是生活必需品，
只要你觉得重要的，你都赶紧囤一囤吧。Hello， 晚上好。我的 solo 公演安排到什么时候？这个月底，到时候我很快官网就会出。哎呀，我的头发打结了，都愣在一块儿。我过得怎么样？就是挺不新鲜的，老实讲，因为没有发生什么新鲜事情。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是长头发，在上海待了半年之后，然后中途不是去了海口吗，之后才把头发剪短。 Hello， 晚上好。前发色是真的好，但是它需要一直不停的补发根发色，挺消耗的。老实讲，没有感冒，但是有点咳嗓子，不知道为啥。晚上好，晚上好。要多喝水。嗯，好的。我们囤团购的水到里。我应该跟你们说一会儿，我就下车。我去把我的第二个舞台。我的第二个舞台决定找几位伙伴助演一下，希望我能演上我的第二个舞台，这个还挺心理战的，老实讲，因为如果第二轮没办法演上的话，就会感觉很麻烦到别人。成功演上我的第二个舞台吧。你们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因为我每天都挂在这，我每天的生活都是一模一样，所以或许你们有什么新鲜事可以跟我分享一下。想说想我，所以我这不是开直播了，我就很长时间没开直播。对的，今年也有总选对吧？我想会，应该再过不了多久就会通知吧。
一般动物园，我的敌吗？就会让我们准备要入总选证件了。我要听这首歌听到夏天，每天都在听，热身拉伸的时候也一直在听，我要一直听。小动物们也太好了吧！我们楼下有一个 staff 姐姐把她的狗狗带过来，是一只很大的边牧，它好乖，我都没有听它叫过一声，很乖，很友善。但它被拴在那边，感觉它也挺不快乐。啊，老师这样很好，一般不都是我们占用一下课间时间。问题太多，老师不想说，怎么会这样子？哎呀，我也好想吃些花里胡哨有的没，我也好想吃肯德基，想吃汉堡。我有胸毛，我好久没胸毛了，我得整理一下，是不是有点太杂乱了？哇哦，把我的那份也好好吃掉。真不错，我今天吃食堂吃的还挺多。我不是说我最近每天食欲都没有特别好，可能每次打个饭只能吃三分之一吧。但我今天晚上去打食堂饭菜，一整晚都给吃掉了。Hello， 晚上好，晚上好。哇，海底捞真羡慕啊，真不错。那你可以今天睡一个早觉。Hello， 晚上好。我觉得可能是今天那个瓜，它里面还有一个瓜类的菜，还蛮就是有点酸酸的，口味比较提吧。啊，哦，我知道，我知道那一集，是不是他不，是不是 Joey 不开心那一集？然后后来那只大狗，本来一开始的时候特别的欢快，到后来跟他处了一段时间，他就这样，他就趴在那个沙发上面，太可爱了。啊，为什么在掉头发呀？我感觉我这样食欲不是特别好的话，某种程度上也控制了我的体重，挺好的。不能拖延啊，但其实我也最近有点感觉被关注了，然后还要让自己不停的运作。嗨，晚上好，晚上好。上海热不热？我觉得是有点热的吧。穿短袖可以的，毕竟马上都要入五月了。你们开始休息了吗？五一的假期是不是什么调休之类的？那真的是夏天了耶！但是
也挺好的。对吧，可恶的调休。那你可以就是把办公室的窗户打开，然后开上空调，看能不能够大家互相平衡照顾一下。哈喽，晚上好，晚上好。我太久没化妆，我今天化妆画睫毛，我刚把睫毛画完就说我想卸妆了。可能是每天素面朝天太舒服了吧。哦，是因为那个风向是它是在那个空调的下面工作吗？要不把那个看能不能把那个风空调的那个扇也往上面吹，这样空气就是冷气是从上方整个扩散的。要拍毕业照了，今天晚上会不会睡不着？会不会很激动？很兴奋吧？明天你就是最闪耀。不行就把它扒一下那个叶子，空调的声音。今天是世界地球日，去逛公园看书，正好正好，大自然就是最好的。万一没得拍大学四年白读。大家毕业照的时候不是要穿很统一的衣服吗？是的，我就是，哎，我不知道后面会不会好的。前段时间食欲太差了，我就逼着自己要让自己吃，可是每次吃不了多少，我觉得很浪费。我没有在减肥，我下午发了誓，我打的还挺多的。我也觉得很有可能，可能是因为太闷了，少吃多餐。但是也没有什么少吃，我们都是主食类的东西。
水，椰汁米线面包，但我面包吃的已经快差不多，方便面，其实我真的不爱吃方便面，团购的挺多，但是我泡着我不是很爱吃、我就吃了两包，我第二次吃的时候连一半都没吃完。椰汁的保质期很快，我是跟 Coco 一拼的，它有30天的保质期，我拼了一半，肯定是能够喝得完，但是我得把它找冰箱放。在一个月之后吧，一个月之后再说吧。我不喝咖啡了，我从来不喝咖啡，我不爱喝咖啡。我应该，我从就是我没怎么在口罩房间发过咖啡。谢谢嘉禾送的雷公棒，谢谢。可以囤些不同的东西哦，我还囤了那个。冰淇淋，可以吃一吃，还挺好的，甜的。我也是，快两个月没喝到奶茶。晚上好，晚上好，谢谢三只小猪送给我的奶茶，好想穿新衣服啊！救命！今天去楼下服装部看一下，后面公演可以穿。感觉还好，楼下还有一个服装部，要不然。我没办法。那是因为你一直熬夜的话，你身体各方面能量都没办法呀，你肯定得喝一些这些能量水。因为工作性质一直熬夜也好辛苦。谢谢 L 送给我的秋天奶茶，谢谢。等一会儿，晚些看看他们今天第二轮打歌舞台。谢谢青木送给我的奶茶，谢谢。没有，我最近没有在看电影，最近都在舞蹈房和自己的床上。你可能就在练习，然后书是看完了，把《蜡笔的四部曲》最后一本看完了，《失踪的孩子》，后劲儿还挺大的。反正我看的过程中，我还
跟自己说呢，我说我看的时候我就一直哇哇，就是让人很震撼，因为它是第四部，就是里面的主人就是一些人物一个一个杀死。对，然后它这个结尾有好多地方都让人很就是把我的脑袋敲了一巴的感觉，很震撼。而且他埋线埋的真的很厉害，就又想到了开头，就这两个主人公之间很有宿命感吧，我觉得。然后我就再看了另外一个韩剧吧，叫《我的解放日志》，最近才跟刚更新，更新完第五集来着，我还没来得及看。我的天才女友第四季好像明年，看看明年能不能拍出来，换了主演，很想看，真的很想看。我当时看完那个书之后，我就又去搜了他们拍摄的一些记录片段，然后还有一些花絮什么的，真的怎么那么厉害啊，我觉得小说家太厉害了，怎么能够在大脑里面构建这些东西，真的很不可思议。本草纲目到底是个啥，为了听大家有提，但我其实不知道这到底是个啥梗。对啊，我现在是没办法买书，我想看他另外一本书，那个作者好像有一本叫做什么碎片吧，也是一本小说。等这个打歌舞台忙完，可以在微信上面小程序上面线上阅读一下就可以。对，我打算是，但我还挺想看实体书，我看电子书可能没那么有耐心吧，感觉。对，陈英老师他翻译的真的很好，真的就是读起来感觉很流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本书好读真的很重要。就整个看起来，其实我看的是有点断断续续，我看别人一般就是买了这四本，哇，读到眼瞎也要一口气把它全部看完，但我当时就真的很想知道那个结局，因为我知道最后是，我以为最后结尾就是他的孩子失踪了然后就结尾了，但是没有想到最后结尾又回到了最开始，就是让人很哇，真很厉害。感觉很快就要到自己了。这首歌放完再放一首歌，我就下直播了，大家。每天这两天在房间都啊，每天哈气对吧，憋死我。对呀、啊、真的太难受。
可能是每天在房间里的时候，我就感觉每天在等着时间流逝，感觉自己变老了一样，很吓人吧？这种感觉，没机会去楼下晒太阳。楼下其实有一些东西运过来的时候消毒什么的，还放挺久的，放在外面，我就没怎么去了。谢谢 G C J G 送给我的奶茶，谢谢。就是一点点的感受时间的流逝。六周年的时候，看见有人说祝我长成参天大树。感觉很强大才能说是参天大树。今天早上没有做考，希望明天早上也不要做。下次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碰上课。应该打歌舞台之后吧，挺快的，其实也没几天。主要是的确每天生活都是很两点一线，我不知道跟大家怎么分享。我感觉跟大家分享的也只是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些比较可爱的东西而已，就还蛮不新鲜的。我们都是第二天才会通知，然后睡觉前就会在想，会不会要做核酸，会不要做核酸。第二天当我们姐姐过来叫我们都还好，一般她敲到隔壁房门的时候我就会知道了，在她没有敲我的房门的时候我就会说我知道了，这样子。好了，我要下直播了，大家再见了，朋友们，去卸妆，然后去舞蹈房，We drive through the woods, rich neighborhoods to watch. We
joked as we looked that they were too good for us.